我直到现在都没整明白，为啥你要选择离开。还记得小时候玩的玻璃球，还是你最爱喝的大碴子。一下二哥哥，一会儿咱俩家啊。其实我每天都想家，总想往家里打个电话。外边的日子也闹心巴拉，我在这儿也贼拉想家。兄弟呀，想你啦，你在那旮瘩还好吗？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，问问菲儿咋样啦。兄弟呀，放心吧，我在这旮瘩挺好的，过年我就回家来了，你就等着瞧好吧，等我回家。我不明白你到追求啥，身在异乡过得还好，伤冷了你要干点啥。过年高低我肯定回家，记得帮我常看看爸妈。咱哥俩到时候好好说说话，小烧酸菜你准备好。兄弟呀，想你你在那旮瘩还好吗？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，问问这边咋样了。兄弟呀，放心吧，我在这旮瘩挺好的，过年我就回家来了，你就等着瞧好吧，等我回家。小高叔啊，谢谢谢谢谢，我们见了四年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咱家所有的兄弟们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唠会儿嗑唠会儿嗑唠会儿嗑，我看看啊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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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大爷的贼来了吗？谢谢感谢有宁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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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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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首歌我就不唱 DJ 了，这首歌我要送给咱六九的所有的兄弟们，咱说总唱天天。歌的名字叫今生不想失去你。
这九月秋天里，分手的季节我们相遇，就在这茫茫人海里，感谢老天赐给了我一个你，你对我万千宠爱的情谊，让我今生今世难以忘记。我真的不想今生失去了你，你就是我新的奇迹，不管未来怎样的结局，只想好好珍惜眼前的你。我真的不想今生失去了你，你就是我今生爱情的奇迹。不管未来有多少风雨，我爱你爱得死心塌地。我真的不想今生失去了你，你就是我今生爱情的奇迹。不管未来怎样的结局，让我好好眼前珍惜的你。我真的不想今生失去了你，你就是我今生爱情的奇迹。不管未来杰哥，唱首这个歌啊，唱首这个送给咱，谢我们幸福鸟，谢谢我们的杰哥，谢谢谢谢。唱又变了，好，我回来了，我这还出国了，回来了。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，暴风少年登场，在战声战声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，像亚洲飞的巡航机驾驶战到来，热血逆流而上，战车在发抖，勇士一时不可挡。嘿耶，靠谋逆战逆战来也，王牌要发泄，闯荡宇宙上，暴风少年登场，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，像阳光飞的讯号机甲实战到来，热血逆流而上，战车的发抗勇士一时不可挡。哎呀，逆战逆战逆战来也，王牌要发泄，闯荡宇宙百里世界，哦，逆战逆战狂野，王牌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崛起的起点。我要操控我的权势，张扬我的声势，看着战狼站在眼，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
手力量，熊熊气势在出发。大家记得一会儿到时候加了我发微信跟我说一声，谢我们的沙哥，谢我们只会飞的我，是吧？谢谢我们安哥，谢谢，感谢 M 字母哥哥啊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，感谢我们牧人哥，谢谢牧人哥。感谢我们的西哥，还有我们的燕儿条，谢谢谢谢，不上了吗？不上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可以轻松一点了。谢我们的杰哥，谢谢。别，你们不要说的那个过意不去啥的，不要那么说，那样的话我心里会更难受的。我没有加你微信的小蝴蝶啊，没有加你微信哈、啊，谢谢，只要1000以上我都加微信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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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很多人说我的决定是对的，想明白了，兄弟们，想明白了。谢谢大家。小黑曲哥，等一下啊，我加一下客服微信。每一次离开家，父母总是放不下。拉起我的双手，说不完的叮咛话。外面的世界会有风吹雨打，哭了倦了累了，要记得回家。又是一年春风刮，我的游子好想家，想起远方的父母，眼泪泛起了泪花。妈妈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大，我们却春风。
谢谢丁导哥送来的星星，谢谢谢谢。好嘞，加上了加上了加上了，感谢所有兄弟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礼物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感谢丁导哥，谢谢谢谢。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其实说实在的吧，可能今年的年度有太多的意外，有太多的就是超出了我自己的想象，真的，这个是真的，这个是确确实实的一句的心里话，有很多的都是出乎意料的东西，在我的想象之外的，都是没有想到，我没有想到我能拉这么多的票，我也没有想到今年能打得这么大，但是我觉得进综合组可能会比别的组激烈，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大，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神豪什么的，真没有想到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赢了很多的人心，很多的人来到了咱家，认可了菲儿，认可了咱六九军团，认可了菲儿，也让很多人知道了七彩。其实昨天晚上的心态其实挺不好的，这几个大哥轮番的给我语音，轮番的跟我说话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年度考验我的地方真的特别的多，考验从我上年度一直到现在嘛，今年可能是打得最痛快的一年，也是最纠结的，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没法去直播去表达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变，我没有因为什么东西我去改变了自己的原则，自己的心里的那个点，我做自己，很多很多东西都会被认可了。我们六九军团也做的是非常棒了，我不羡慕我排别人排第几，因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不想把大家弄得说不出来，但挺多，其实我有好多的话就不知道去怎么表达，挺感谢大家的，真的挺感谢大家，是大家一点一点所有人的双手牵在了一起，给我捧上了今天这个位置上，太难了，今年的太难了，特别特别的难，我没想到第一场能打300多万，更没想到认识了自己，又刷新了我对歪歪也好，或者是对咱六九军团以及我们自己，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也比以前坚强了很多，我自己也坚强了很多，六九更铁了，这个是一个平常心，以各种的笑容去面对各种的事情。
皮鞋、山歌、雨夜歌、墙面歌，还有飞儿，谢谢虫儿飞，还有泉儿歌，还有心中有你、茶无此人歌、色狼的丘比特，还有我们九尾飞歌、曲靖歌的丘比特哈，真心上了琴，以及我们云云歌，还有我们的采暖，以及我们的人生如梦、七喜歌、三小歌、清风歌、明诺歌，以及我本不一歌。你就跟我说，或公屏上完了让我胖，给你拽下去，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主动加你的好友哈。还有一点，把您回想，还有一个啊，就是，我的微信啊，我的微信是3F4833，大家加上我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微信。有我微信的你就直接把地址给我就好，兄弟们啊，如果你有微信的话就把地址给我，如果没有我微信的呢，就是够加微信的，1000以上都能加我微信的。嗯，就你就跟我说，或者跟场控老师说也行。要是不方便的话，你可以把地址私聊给我们二号麦啊，建议你们看二号麦在这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右键私聊它也行啊，右键私聊地址、电话、姓名啊，地址一定要写对了啊，要不然收不到的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嘞，我收到了，茶无此人歌，你别着急啊。今天的场控老师就比较那个啥点啊，辛苦一点。谢我们的期待哥。一般有啥条件？只要上榜的都有，就是我今天中午开直播读的都有。所有人都有吗？只要参加年度的都有。谢谢我们二把手哥，谢谢，我抢了2000多。李哥，你有微信吗？你把你微信私聊给我也行。谢谢我们，谢谢欧哥，谢谢陈醉哥，陈醉哥，我们不用刷个人票了，谢谢我陈醉哥，太铁了，谢谢陈醉哥的个人票，咱们就刷棒棒糖就行。嗯，雪花影。弟弟吗？那我领几个？那给你那么多，你只能听一个，那你能放两个音响，左耳听一个，右耳听一个吗？不得听一个吗？那你要这么说，听到歌得来一吨，听到歌能听过来吗？天亮哥给你来一顿 U 盘，你能听过来吗？欢迎我高叔，没有改咱家马甲歌式的，记得把咱家马甲歌式也改一改。一个就行，那没问题。摆摊得来了。私聊二麦啊，把名字、电话、地址写清楚了，要不然是邮寄不到的，你们也收不到，我们这边也寄不出去，一定要记得啊，一定要记得。好嘞，李哥，我看到了。只要是够1000的，你都可以把微信私聊给我啊！爱你哦！我们家旗下的所有的主播宝贝们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没有点关注的，把我们的主播都关注一点一点。天天的自己都不直播了，现在好了，好好回去直播吧，榜都掉的稀碎稀碎的了。感谢我们那个欧彩哥。没上榜的可以私聊二麦哟，小乐哥，你可以私聊二麦，私聊二麦，你要是要 U 盘，你可以私聊二麦的。谢谢我们小刀，谢谢我们二把手，因为你们刷礼物，我基本上都是看着，我也没有，就是说那个啥，基本上刷礼物，我们都是看着的，都有印象的，给我查一下，不用查了，痛哥，你直接把地址给二麦就行了，
我把这些 U 盘能送的我都会送给你们，完了场控老师就辛苦一下，不用看了，你直接给二麦就行哥。二麦不理我哟，他就是收地址就行，完了怕你收着了都对的话，完你扣个小一回复他，如果不对的话你就不用理他了。欢迎我林哥哥，我也参加年度了，有没有参加年度了？有，只要参加年度了都有。不加微信就留个不加微信就留个纪念品，就是菲儿的一个小心意，我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会送到，但是想要的宝宝哈，差不多的我都会给发的。哎呀，可以吗？可以哥，你记得给发上就好。要多长时间寄呀？我要统一一下，不得半个月呀，我能忙活完我再得定制，定制的话得需要半个月，完了我都一起多订一点。默默的爱你们呀。到时候小胖收那边就可以送了。金九哲的老师的微信，对对对，才想起来，从昨天晚上一直忘到脑后了，都连写字都没写字。我俩唱的歌我还没定调呢，我去整一个去。能送我一个吗？我瞅瞅有谁。幽灵仙境哥，行，你私聊一下哥。香雪哥你也可以私聊，香雪哥你也可以私聊，还有冰魄无影哥也行，我看看还有谁哈。梅花泪我的那老大，你要只要年度帮忙了啥的都可以，都没问题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没有上榜，我行我素哥你也私聊行，快递公司发财了。你连环都没有卡，你连环都没卡上呢，我咋相信你啊。王氏五组一三一四棒棒糖，加我微信20组1314，加我微信的才可以发 U 盘。年度的括号年度不用。贝嘴八哥你可以哦，子玉哥可以，子玉哥也可以，我都有印象的。还有说不要 U 盘，我自己取，那拉倒吧，我还是给你留记本，你别过来瞅啊。我没有微信，天狼哥你没有微信，只要你要年度够1000的啊都可以加我，谢谢无所谓哥。对，无所谓哥，你要的话你记得私聊一下二号麦啊。我你们还没有的还没有黄呢。对，不要忽悠主播。中华哥我够1000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你要是你自己感觉够没够啊，你直接就私聊就行了，我们有印象的。先问子玉哥啊，子玉哥记得你也私聊啊，我都看你好几年了。咦我有吗？有，只要有我微信的全有，只要有我微信的没有 U 盘，你直接微信把地址给我就行。我现在吧啊，我现在上可以吗？阳光哥你现在上吧不合适啊，你得上6000块钱以上你才能上得去。说好今生白首相依，只要年度，他们只要年度，我们都有那个截图啊，都有截图，你们刷礼物的截图什么的啊，都有的。还有此人哥也有啊，这叫我有印象的。我有印象的都会给发的啊，谢谢大家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就说我自己直播我自己看着呢？谢林德哥，谢谢那个小道哥，谢谢小道哥，你记得小道哥也是有一个小道哥，你记得私聊啊，私聊哈。望之痛哥，我不够1000吗？你够不够都给你。你卡个黄都那么费劲，你让你卡，让你卡微信的话想都不要想了。所以说为了不那么费劲，直接给你了。感谢我李星宽哥，哇！谢谢麻雀哥送来的鱼，谢谢。没有啥，
没有 U 盘，没有啥条件，就是年度邦菲尔的，就没有啥送给大家的，就是一点小小的心意而已，就小小的心意。谢谢谢谢，长空老师辛苦了，长空老师辛苦了。有北冥微信的话，谢谢我们小乐，谢谢小乐，小乐记得抽个，给我抽个大樱花啊！谢我们的全子。怎样才有 U 盘？你年度时候看我了吗？你为什么连黄都没混上？年度200个个人票卡黄你都没卡上？卡黄是五组1314棒棒糖啊！啊，我多难，我多难！现在我不难了，我老轻松了。我那么难，你都没给我卡个黄，你。有你私聊就行，我不够尽力了，不够你直接私聊就行，哥私聊就行，我相信你们啊，不够的不够咱们来年年度见，来年年度见，我们会比今年更猛更强，来年年度说不上能打到啥样的，都给我憋着这个劲儿。贡献3000够卡黄吗？我不知道是贡献现在是3000还是4823，好像是4823卡黄。我一年我年度一块一块刷了1000多有吗？有的啥哥，有的啥哥，有有有，只要你够1000了都有，只要够1000了都有，只要够1000了都有，就是我能记住的，我能记住的。卡黄是4823，但是那个群的话就不能那啥了，就能只能是在直播间了，就不能搁群里去说。我告诉你们，哪个群里边你就不用抢啊，不用抢。哪个群呢？就是那个备战，对对，是备战群里边的啊，备战群里边都破费不少。我们是游客，感谢天大哥。名字真逗。一般了之后就是不都是观战队友吗？等明天我们就写着再来一局。来年见。感谢梅花泪，谢谢梅花泪，咱能不刷星星吗？我们刷棒棒糖。像改好马甲格式的，我们场控老师一会儿教教大家怎么改马甲格式。我就没家的孩子没群，你有我就行，完毕哥。你有了我就定算你有了全天下。什么群不群的呀？你要我还要群？没事，咱也可以进群，到时候咱们可以聊聊天啥的。其实我聊天时候少，我就是有时候发个朋友圈乐回复，一看发朋友圈是下边啥评论都有。哎呀，这个了，哎呀，那个了。其实正常私聊的话还是挺少的。好了，到时候我们统计。群里的就不要再私聊小胖了，到时候我们另外有统计。好嘞，好嘞。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兄弟们，谢谢大家的抢票，更感谢的就是我们就是一直陪在直播间不离不弃的。很多人就是说，哎呀，我跟菲儿说我是有心无力，你们这么说给我弄得心老酸了，特别的酸楚，真的已经很不错了，一直在直播间陪着我，一直在直播间陪着我。我们的场控群里边的这些人，也有的上班的哈，也有的在家，就是睡觉时间特别少，
啊，菲儿，你定个点儿，我们几点几点起来啥的，这没准儿不行啊，我们都困得都不行不行的了。完了，再辛苦两天，我们就把同济礼物的这个结束了，我们就好了啊。再辛苦两天，声音有点变，稍稍有点累，我一会儿喝口水就好了。嗯。外币哥一声上不上，上我就冲。我说上，再问打完了之后上不上，上我就冲。我说上，但上不上我还冲。我说不上，那我冲完了。那里其实好多兄弟们都等着呢，心就不破费大家了，不破费大家了，我就给大家发发礼物啥的。就今天也少唱一点歌，到时候晚上咱们接着来。我认识你，哎呀，是周家的兄弟，你认识我，嗨，你好，我是女版的小周是吗？场控老师能开麦呢就开麦，完就跟大家说一说，聊会儿天，虽然说声音不是那么甜美，但是绝对是实实在在的，行吧，来吧，感谢我们开心就好，谢下午茶，谢谢。哎呀，微信要爆炸了。我有房没？你没有。嗯，你有票没？哎呀，不能说，不用飘了，不要飘了，不要飘，蹦蹦糖，蹦蹦糖啊！那个把马甲格式改回来吧，那个什么200张个人票，400张个人票，就5组1、3、4改回来吧啊！啊，包回来不免费的话就可以甩出来了，那票不怕多。就行，他得一点点来，因为你好多人去私聊的时候，他没有几个人啊，他没有那个啥，没有，就他这一个人，他得一点点去那个，那个啥接出来。
在我可有时间了啊，我可有时间了。好。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谢。是不是假唱？不是的啊，狗子。菲儿不会假唱的。谁点的出来卡个黄嘛？感谢我哥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。八卦一下，这个咋八卦呢？瞅瞅，这个没啥八卦的了。其实都是往上上了，这都是要往上上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么拉票，不上的话也不行呀。那知识这都是往上上的，但是上到哪儿呢就不知道了。是不是就往上上是真上假上呢？就拭目以待吧。反正我是真不上了，解脱了。差不多了，他们不上是烟雾弹，其实到最后谁能不上呀，对不对？就看拉票已经拉这样了，游客票啊粉丝票啊也就这样了，剩下的就是自己了。就是自己了，等着秒了。柿子哥，这个是柿子哥吗？是我柿子哥？不是，这个是我高叔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思念哥。其实啊，等年度了之后吧，我告诉你，年度之后不管是游客也好，主播也好，就是该明白的呢都明白了，现在不用说的太明白。我现在呢主要就是给大家唱歌，感谢我们爱民哥。很多人说，哎，菲儿你等不上啊，我不上我自己挺开心的，我们家粉丝也挺开心的，但是呢看热闹的不开心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声卡多少钱啊？这个东西哈，主播的声卡的东西没有止境，就像怎么说呢，有几千的还有几万的。其实这几个主播啊，我不能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反应过来了而已。但是有些东西，就是我告诉你，上的这些主播都难，没有一个不难的，他们都很难，都很难的。第一呢，军团的实力我也展现了；第二呢，画面我也有了。第三呢，该有的啥我都有了，该有的该没有的我也没有，该有的我也有了，这就不用说太白了，啥都有了。我再上呢就是属于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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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利了，叫什么不使，那个怎么叫了，那叫什么玩意儿了，叫那叫啥了，那成语怎么说，对，不自量力，对对对，没毛病。来首歌。小 U 盘留个纪念 ，U 盘或者是碟什么的，到时候给你们邮寄过去，路费也不用你们花，任何的费用都不用你们花。完了，私聊二麦啊，私聊二麦，地址、电话、姓名一定要放一起，你要分开的话，他好多人私聊都分开了，他就对不上了啊。天降神好有几个？不说。
过完年度你们都看明白了，我为什么要说呢？不要让我说，我有两千担是一日三餐，家财万贯也是黑白一天，洋房十座也是水塔一线，豪车百辆它是有愁有烦，高官厚禄它是每天上班，妻妾成群也是一夜之欢，山珍海味也是一路独难，荣华富贵也是过眼云烟。你想什么想，你装什么装，朋友们天下哪有几个最真诚，有茶有酒是交上朋友，为难之事不轻易走。你想什么想，你装什么装，中国的时代一日新年花会春，人生如同那一场旧梦，转眼之间无影无踪。自己感谢我们全儿哥呀，全哥你是绥化的吗？老乡呀，老乡，你叫啥？你说，你自己说你叫什么？你们想咋的？你们老丁为难我，何苦为难主播？你这一天，你说燃烧多少我脑细胞？谢谢谢谢，感谢咱家兄弟们，都辛苦了，兄弟们都辛苦了。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，我觉得我很开心，大家都非常的棒，也非常的辛苦。今年的年度结束了，虽然有一点点的不甘心，但是我希望我带着这个不甘心和有那么一点点希望，我们来年的时候绽放我们更不一样的光彩，我们来年再战，我们明年见，我会比今年打得更漂亮更好，人更多，心更团结。今年就这样了，我们来年见。来吧来吧来吧，来一波，咱们团一波啊，团一波。我觉得年度你知道什么火了吗？小目标火了，我们集体团一波吧，就一毛的好不好？我们集体团一波，我看看啊，我的神曲呢？这都变成我的神曲了。团一波一毛的啊，每天来一个卡荒。小毛花心，谢谢。要一毛的呀。街的水眼睛红了，脑袋输了，刚出滋味，来呀兄弟，别忘了举杯，在这山野黑山山野，哎呀没路了，哎呀不好意思，哎呀妈呀，我整错了，我整错了，我整错了，不好意思，整错了，下直播我开心团也团就团个粑粑了，这屋开错了。哎妈，还20000，我妈脑袋都疼。我忘记了，我以为开的是那个棒棒糖呢，你这一天整的。哎呀，这咋办呢？这咋办呢？这咋办呢？看看啊。看这能开不？看看啊，看看啊，不行，不能开，完了，将错就错吧，通杀，完了，完犊子了，重开不了就得等他。你给我秒了，你们秒了，你看你都不说不上了吗？你怎么还开？20000的个人票 PK 呢，你几个意思啊？
真是的，这手怎么那么欠呢？怎么没点呢？哎呀！那就让眼巴巴看着他死掉嘛，就好吧。我们自己嗨三分钟。
是那山区的山泉，是那山区的山泉。我现在唱歌有点跑出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退潮退潮退潮，我们明日再聊吧，再见，明天七点不见不散。哎，哎，那首歌叫什么歌了？一般晚会完了唱啥歌了？我们明年再见。